马尔德纳尔也夺得过一次世界杯的冠军，是1990年。施拉格呢还没有得过世界杯的冠军，他只是得到了4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男子单打冠军。3-4，侧旋切一把。现在可以看到老瓦呢，他是心有余力不足啊，他有些这个出手的意识和方法都非常好，但是只是技术呢还达不到，失误率比较高。不过瓦尔德内尔对于世界乒坛上来说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，他能坚持这么多年，而在每次大赛、奥运会、世锦赛，他都有不俗的表现。嗯，在这次奥运会呢，他是赢了马林。对，赢了马林。啊，也是。还赢了波尔。对，还战胜了这个德国的波尔。漂亮，这个发球很有创意。漂亮，漂亮啊，这看出施拉格这个技术啊很全面。现在场上比分是8-4，施拉格领先，现在大局数是3-1领先。瓦尔德内尔好像在前面有一个球的当中呢，脖子有一些拉伤，所以一直在活动。现在是场上比分5-9。5-10。这样，施拉格就以11-5取得了第5局比赛的胜利，从而以4-1战胜了马尔德内尔。